把这个绝缘设定好，漏电流档位设定好，把这个两清就打到两清，三清的就打到三清，双头，然后有极限，然后这个是纳牙测试的时间，这个是可以自己设定的。我现在测试的是带指示灯的一个三星的排插线，把这个带灯的就打到有灯测试，把耐压调到220伏，然后把线接上去，插到这个排插里面，然后启动，拍一下这个指示灯，你看这个指示灯是好的，它就亮灯，会亮灯的。假如你这个开关是坏的，啊，它，我把这个开关关掉了，你看它机器它就报警。